哇，爽啦！哇，终于送电枪了。啊，这个干嘛？这样一块，哎呀，以下一个新增级的新的道具呢哦，观众们啊，你们知道我多期待官方送那个枪吗？730天，我觉得这期可以改名叫做枪 online 了，就是神圣的圣光 online 了，因为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 谁有那个时间一直上线照顾这些植物啊？有神人啊，但是我觉得手游一直要上线这样很难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根本就是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东西哦，给我100个好了啦，这个不，这个才是游戏真正的核心吧，嘿嘿，这样我们就不用一直照顾它啦，哼，腐烂就直接用就可以收成的，它等于就是说 max 的，它等于就是说直接有这个闪电的那种。Max 版，对啊，开心呢、啊，准备用这个大捞一笔哦，因为它这个腐烂都没关系，而且还给你最高的状态。哦，不过我明天可能会先讲这个，然后再讲这个啊，所以今天这把的话，我可能会先去，等下去找拍卖箱啊，很开心，终于送了，我就是咧等伊的迄落。被抗议的就这个啦，但是我觉得内线交易，怎么讲啊，很不公平啊。但是我就没什么好友，那我谁要送东西给我呀？所以我是觉得没差。我们先讲重点，再去种好了，不然等下车子不见。今天标题是。最近越来越多人在玩哦。嗯，这是猫咪。人家卖500万卖不去啊，那如果我取消呢？啊，我的仔，手续费被出这么贵，怎么可能？欸，他卖190万呢、欸，1000万、10万、100万啊！我卖500万，我卖5000万吗？我卖500万，欸，你们真的很过分呢、欸！在我讲是上级爽度，100个给人家卖16666666，我们再讲一个好了，这两个都讲过了吗？杂乱的堆肥材料是不是还没讲过？我觉得那个就等一下，然后再来下级肥料应该有氨基酸，氨基酸，氨基酸100个也卖这么贵啊！哇，这个就比较 important 哦。疲劳恢复药剂这个还没讲，不过价格给你们参考一下。拜拜，今天的风筝就到这里，嘿。哎、欸，这已经有讲到什么了？哦，有，今天有领那个道具，然后还有种芦笋，然后看还有看价格，这样就够了。我也觉得。